楼梯都恶心的。哎呦，那什么啦？你的车坏了吗？这样。哎，等等。旁边啊有这个酱，等下把它淋上去。哦，好热。真的吗？好热。布丁的口感啊。对，布丁的口感。好香啊，好香啊。我有另一半了，可能不方便这样子。我也是直的。你有事吗？你带我出来玩，就有在睡。我现在觉得要直接进城吧。我来这边已经坐在这里很久，然后你睡觉。我跟你说，这里是二 D 咖啡馆，很酷的是它里面场景全部都是弄得跟漫画一样。我先带你导览一下，平复你的心情。对对对，妈妈的心情要好好照顾。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它每个区块都是不同。我想帮他着色，没有当妈妈就什么都要着色好好。OK， 每一个主题都有不同的画像，没错。哎，那我们接下来去看哪边啊？这个是拉面店，对啊，这个是拉面店，好不好？很明显啊，什么豚骨味噌。而且我跟你说，这里最酷的地方就是有一个超级冲突感，你看这里有一个对外窗。哎呦，那什么啦？有一个拍咪啊。哦，我们还有一个嘉宾吗？他不是嘉宾，他只是我的司机。哎，我刚才这样介绍半天，我们直接实际坐上去看看呢、啊，看是不是就是。你知道以我们漫画般的美貌是不是可以融合在这里？我是不是就有点跳？对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心机很重？因为我今天穿颜色，因为你没有跟我讲这件事情，现在可以进城。想说想要融入，你知道广美着重什么吗？我们服装很重要，服装很重要，我们要搭配。真的是，就我今天很像来到什么奶茶咖啡馆。我跟你说这件事情真的是要怪我们的执行，所以才推到别人身上，所以要进城。楼梯都耳机的，可是你看这一层，它真的就是弄得跟家一样，有点像 laundry。打开，我走了。好。哦，你是撞到，撞到了。你看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边很适合当你儿子的那个婴儿房，有没有？哎，你看这里有十座可以拍的，结果这个是立体的，但它可以十座的拍照。真的？哎，爱念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围裙啊，然后围裙，它可以。哎，看它虽然是立体，可是它不马虎哎，它把它画成二 D 的。来啦，你煮一下。你成为人妻之后有在下厨吗？哎，老实说，我嫁给巨人之后，我都没有在做家事。这是在炫耀的部分。啊，很明显啊，很幸福哎。好耶，好啦，你讲这句话帮你减少一个惩罚。耶，太好了，所以我一直想说谎。阿妈呢？阿妈呢？阿妈。怎么了？这样我跟我家猫讲，反正。哎，什么两天定惩罚？哎，那我们来拍照吧。我帮你拍。足怎么样，妈妈 OK 吧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但是还没饱啦。所以接下来还有完美的咖啡厅跟吃的行程哦。没错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。上车，下一个点，对不对？老吴已经把车准备好了，优秀。下一个是偏什么的？下一个就是也是很特别，它非常的特别。但我不告诉你特别在哪里，是好吧？那我就当成先一个那叫什么 secret 的感觉。对，可是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们刚才玩太开心，我发现我们忘记做那个开场了。花样旅途，跟我一起玩。没关系，这整段会剪掉。不行，我不能得罪妈妈。惩罚。惩罚哎，没有了，整段今天好不容易，今天好不容易客厅只有我一个人，结果剪掉。我们是到，
你的车坏了吗？车子没有坏，我要回家。哎，等等，我跟你说哦，你误会了，我这边还是带你来吃好吃的。我们进去看就知道了啦，你不要那么容易激动好不好？走吧，走。怎么样？别有洞天。是麦基，我的咖啡厅。好，不是。怎么样？你现在坐在这里面。终于知道这不只是一个汽车保养厂了吧？我笑容藏不起来啊！我觉得我很有机会可以得到天堂。哎，还没，太快了，还没，因为我还没吃。对，那我先跟你讲解一下这一间的由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我觉得蛮可爱的，因为这间其实它就是一个汽车保养厂，然后结合咖啡厅，它是爸爸跟儿子一起开的，看起来超年轻的那个是爸爸。好年轻，因为他在怎样很帅，对，很会擦擦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吃吧，因为甜点已经在这里了。可以，看一下，很漂亮。我觉得首先呢，那个视觉效果很够。对，这个很有那种富士山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很懂一个桌子砌成一个大理石的感觉，整体美观很够，就是那个质感加分。嗯，然后我跟你讲，这个叫做酒鬼黑芝麻戚风蛋糕。对， okay, 酒鬼就是那个黑芝麻的名字，这个是小山园抹茶戚风，小山园也是那个抹茶的名字啦。行，行，对行。然后而且旁边啊有这个酱，等一下把它淋上去再吃。要浇杯酒吗？这样子，然后、哦、这样子啊，有点忙耶。它颜色跟那个深跟浅有差，所以还蛮有层次。哎、欸，哦，旁边我跟你讲啊，来，我有看《厨神当道》，嗯，他们喜欢在盘子边，盘画一点，盘子边，盘，盘子，盘。耍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试吃。好，先吃你的抹茶好了。好的。嗯，哦哟，可以耶，很 Q 哎、欸。来来来来，他们妈妈做的真是好啊！我就知道你是故意做效果的，原来蛋糕这样子趴下去的好艺术、啊。来喽，进来喽，快进来喽。好，赶快进去。哦，好好吃哦！真的吗？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吃。因为我必须说，我是一个不怎么爱吃甜食的人，但因为它的抹茶，它不是甜的，它是正式的，就是真正的日本抹茶，带谷味的，所以它不会让你整个腻。它的膏体超湿润耶，它那个霜加起来，哇，相辅相成，整个是融化在嘴巴里的那种感觉，那个香气。哎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觉得甜点要很厉害的，就是它不能太甜。它这个甜度真的是刚刚好，你先留点味，我们先吃吃看这个啊，我们家就趴了之后再把它吃完。来，黑芝麻，黑芝麻，我先单吃芝麻酱。我们两个芝麻控真的要死。哦，很香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很多人没办法理解芝麻的香味，但芝麻的谁没办法理解就站出来。很多人。我 没想到你会接到那个，对，先跟大家讲，这个蛋糕是真的是蓬蓬的，很 Q， 对，这样压整个蛋糕变得好恶心啊！惩罚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觉得这个饼干它有一点好像糖霜做成，因为它一进嘴巴就化开了，化开了。因为我们已经那个口感介绍差不多了嘛，我们现在就要专心把它搅拌。对。是男的女生都喜欢。你有吃过这种吗？这种叫做红丝绒蛋糕，它其实就是也是巧克力蛋糕的一种啊。视觉的享受，没错。因为我们一般来讲，蛋糕都差不多四层左右。对，对，它又加高。这个是平常蛋糕乘以二哎。对啊，我觉得这间店给的大气。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啊，好好，准备好了，啊、看一下。哇、浓的，我已经闻到了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，天哪！监视剧很好，大家来吃你，当然了，我帮你扶着，哎，哦。
了倒了。不好意思，城市给他看一下。哎呦，王美手很会呢。你是想的，好浓哦，很浓。它上面是奶油吗？我刚刚切的时候就感觉它那奶油应该是蛮固体的那种，跟那个棉不太一样，它是比较偏向可能已经打很霜，然后拿去冷冻住的感觉。它虽然是就是有用可可粉做，可是它吃不太出巧克力的味道。对，而且你要吃到嘴巴里的话，用舌头上颚去这样顶开，这样顶，这样它就会化开。快吃燕婷了，巨人吃完了。我从这前面切。好，那我从后面。你从前面来，我从后面来。哦，怎么样？前前后后，你很懂。哎、欸，它切下来有点像布丁，布丁。对不对？布丁冰淇淋是布丁冰淇淋，它是布丁的口感呢。对，布丁的口感是很像果冻布丁的感觉。这个很像是一个蛋糕形状的烤焦糖布丁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它的剖面图很像冰淇淋，所以你在嘴巴里吃的时候，它是化开，但化开不会让你觉得好像，有一种黏腻的感觉。所以它化开之后变得很清爽。哎，对。我先吃完。嗯。食物，美食节目都要这样抖。哎阿妈妹，阿妈妹，今天的那个王美甜点之旅，妈妈还有满意吗？我今天非常满意，是不是？味觉、视觉全都顾到了，还有整个感官的享受，还有冷气，好开心，开心。那我就知道，因为你怀孕，所以不可以在外面曝晒，所以都是一些店里的行程。而且你让我看到的是美的景色，没错，我真的是很贴心。还有美的甜点，没错，又大又美又高挺拔，很有层次。真的，所以节目流程很棒。对，那最后关键时刻到了，来，这个这个这个抵御哦，阿妈妹阿妈妹什么啦？我太早进来是不是？太早进来了，感应不好意思。天堂的礼物呢，就是外在这里的甜点啊。那我就你尊重那来宾嘛，他刚刚选的是什么呢？抵御。那地狱是什么？赶快啦，早死早超生，赶快解脱。这是一个奶瓶，猜这是什么？这是那宝宝头套。来，还有一个宝宝衣，天降一件宝宝衣。哈，你干什么啦？我就是地狱。给我喝，你给我喝，等一下 hold 不住了。hold 不住。如果下一次有机会你还要再来的话，那你想要去哪？我想去哪？欧洲啊！谢谢干妈，谢谢干妈，谢谢。他这边蛋糕真的是直接乘以二，让你就是吃完绝对满足。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行程的安排真的很棒啊！